一，狗托打三个装备出160金青头，狗托玩家最后的棒棒自己打造，自己坚定，运气一直以来都非常逆天。昨日他一共打造了三个160头，结果就鉴定出了金青绝特技。二，文昌阁出80超简三防手镯，文昌阁服务器新出一件80超级简易三防御手镯，得到这样的意外之喜，让号主激动的狂发传音。三，野兽出征买16段无级别破甲女头，69级霸主战队野兽出征在群雄决赛前夕紧急更新，买入了一件16段120无级别破甲女头，扩充自己的装备库。四，帮派联赛64强名单，随着帮派联赛常规赛的结束，2022年帮派联赛全服64强名单已经出炉，其中阳光城的幻城帮派以两冠的成绩遥遥领先。2022年帮派联赛年度赛即将开打，64进32的对战表已经全部出炉，谁将夺得帮派年度赛的冠军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五，因为一两梦幻币进苦行，近日有玩家在贴吧晒出了自己进苦行的图片，居然是因为别人给他的梦幻币当中有一两是其他玩家被骗的损失，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。